这就是事发时现场的情形。嗯，是朕太心急了。陛下明鉴，既然伪臣之权就应该是全权。 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不用请奏、解释，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予梁王审理。也罢，淮英，在，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圣旨即刻下达。臣谢陛下天恩。 大姐，果然不出你的所料，善灵在寒光寺中用暗器撞飞了血灵的毒镖。哼，讳文仲。血灵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魁怎么样？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人呢？被血灵杀死灭口。哼，狄仁杰有什么反应？血灵在传说中没有提到，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哼，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
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能再拖了，马上传书洛阳城中小会，让他随时准备。只要韩光寺之事一了，立即对太子下手，展开计划。大姐，您放心吧，现在蛇灵的二十二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只要小会那边一得手，便立即开始掘进。时不我与，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这样。 小慧，你来了。雪玲让我来打听情况，太子还好吗？放心吧，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真的爱他。那个人准备好了吗？已经几个月了，几乎可以乱阵。这我就放心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听候上峰的指令。我这就回去禀报雪玲。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我只是好奇而已。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 被赴上城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原来是这样。 元芳啊，你来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闪灵给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这背面有文忠二字，闪灵的名字叫文忠。是啊，那么他的姓呢？ 他姓毁，您怎么知道？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哦，大人，这上面没有啊。元芳啊，闪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和我一样，他姓李啊。是啊，他姓李，而且。
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您说什么？闪灵是李姓的子孙？是啊。多年之前，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袁家、林奎、李矮等一批王公贵胄，以腐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悔氏。为什么要姓悔？悔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皇帝之所以赐此姓，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谋反逆天；二来悔因同后悔之悔，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不要走先人之路，要知天命而悔改。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悔文忠了。是啊，真想不到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大人，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元芳啊，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难道不是吗？这样吧，你去把如燕叫醒，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再访寒光寺，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再访寒光寺？阁老，李将军。元芳，悔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呀？卑职略高于他。当时站在什么位置？叔父，我当时就站在这里。元芳，悔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元芳，当时如燕假扮皇帝就站在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闪灵，会不会失手？绝不可能。好了，你下来吧。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两枚暗器，就落在了这里。怎么会偏离这么多？以闪灵的武功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闪灵所发的这两枚燕子弹并不是要刺杀皇帝。可是大人，既然他不想赐驾，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又为什么要发射这两枚燕子弹？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闪灵发射的两枚燕子弹落在了这里，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大殿门口，我又发现了一枚蛇形镖。蛇形镖？
啊。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元芳，依你看来，这三枚暗器有没有可能都是闪灵一人所发？这种可能可以排除。哦，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暗器，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为什么？燕子荡小巧绵密，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这完全是练两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排除这两种暗器同是闪灵所发这种假设。不错。那么这枚蛇形镖又是从何而来呢？你再看看那对燕子档的位置。是什么？如烟，来。大人，这是当时如烟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嗯，而闪灵在房梁之上。不是，不在殿内。是这里，肯定是这里。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事情很清楚了。如烟，来，你站在这里。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荡，撞飞了蛇形镖。燕子荡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嗯，与我所想完全相同。你们在说些什么呀？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照你这么一说，他不成了旧家的功臣了？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可是叔父，这是为什么呀？我们现在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的分析。嗯，对。大人，像闪灵那样的高手，在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这就说明他发射这两枚燕子弹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善灵为什么要救皇帝？按理说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善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难道他另有图谋？不要妄自揣度，现在我们先提出问题，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这善灵是蛇灵逆党的六大刺客之首，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不错，蛇灵在刺杀同一个标靶的时候绝对不会派出两队人马。可是这一次算上假法能竟有三拨人，这确实是很奇怪。是啊。第三个问题，这次的刺杀你们都看到了，核心完全是围绕着暗藏殿外使用蛇形镖的那个刺客身上，而不是闪灵。闪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试问一个天字第一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袁芳，你还记得那个杀死假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黑影就是第三个神秘的刺客？你认为呢？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闪灵呢。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于是才有了你二勘大殿，识破了闪灵的藏身之术。于是第四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神秘的第三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元老级人物惠文忠。此事不简单呢。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神秘的第三人以出卖闪灵引开我们的注意，保全了他自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刚刚你说到了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他是怎么混进去的？大人，你是说有内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神秘的第三人是谁呢？在这出戏里面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假法能，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假法能有什么蹊跷？你们想一想，蛇灵逆党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人安排潜伏在寒光寺中？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绝对不是。为什么？你们好好想一想，以这个假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由此看来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刺驾任务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要派假法能进寺呢？这个假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也是一路疑兵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三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首先，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十多天了，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三人则是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第二，如果假法能也是疑兵，为何又要派出闪灵？两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
因此我敢断定，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一定是另有所图。另有所图？是啊，这寒光寺当中恐怕是别有玄机呀。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到的、见到的复杂得多。尔等退下。是。寒光寺，寒光寺，这个假法能为什么要潜入寒光寺中呢？老爷，怎么了？大将军环璧来了，说有急事找您。哦，大将军，阁老，有什么事吗？今天清晨，洛州刺史来到魏府，说邙山之中发现了千牛卫的尸体。哦，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发现死者并不是千牛卫，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的千牛背身。什么？走，去看看。今日末将当值，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哦。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我见过他。走到那边去看看。
么人物如此紧要，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可以肯定，那位是在夜间突遭埋伏，全军覆没的。末将也这么想。歹徒袭击内卫，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内卫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你想一想，黄盛彦是内卫府大阁领，正四品上的官职，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不是皇帝钦差，还有什么人能够调遣他呢？不错，不错。好吧，李副将，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是。阁老啊，已经吩咐过卫士们了。好，阁老，有什么发现吗？现在还不可说呀。哎，李副将，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哦，据当地人说，这条路是通到芒山深处的。哦，我真是不明白，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哦，李副将。请你找一名熟悉芒山地理的卫士，随我到处看看。是。好利落的手脚啊，大人。您说什么？元芳，你有什么发现吗？这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这不就是发现吗？你想一想，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剑者，即使被伏击也不会束手待毙，一定会奋起反抗。可你看看现场，全是内卫的遗骨，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肯定是伏击之后歹徒们清理现场，带走了己方的尸体。不错，刺驾之事尚未了结，现在又发生了西沙内卫的凶案，前后相差不到一天。这洛阳可真是热闹。您是说这两个案子有所关联？元芳啊，再看看现场，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这手法很像蛇灵所为。不是很像，应该说就是才对。蛇灵的规矩就是，每次任务完成之后，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叔父，我刚刚看过了，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哦，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如烟。这是什么？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这种口袋有大有小，分为十多种。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证物，无论大小，全部带走。哦，嗯。还记得重州案时，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大人，在东柳林镇外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叔父，由此可以断定此事定是蛇灵所为。如烟呢，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又是六大蛇首之一，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叔父，蛇灵的这点小伎俩在您看来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欲盖弥彰。你们在说什么？李将军，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假现场，真正伏杀那位的地点绝不在此。对呀，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移花接木，迷惑对方，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一年前的崇州案时，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就是个最近的例子。好一个如燕呐，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您倒不如说不愧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还贴切些。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哦。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嗯，寒光寺。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正是。嗯，走下去看看。就这里就是第一现场。是的，您看，这是火把熏出来的，那里还有血迹。而且，这两山夹一沟的地势，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叔父，您真棒！您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当然是那位。那位？嗯，可以肯定，那位此次是奉密旨行事，这一点。从黄盛燕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那么那位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回京交旨。嗯，就这么简单。简单是简单，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嗯，叔父，小女今天又跟您学了一招。哎，来人呐！大人，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是的，早就过了。寒光寺距此将近20里，
大人，再走50里就是来亭县，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哦，叔父，元芳，你们来看。叔父，您看这车辙印。大人，这车辙印便是那铁球车留下的。哦。元芳，如烟，我们立即分头搜索。是。好。元芳，你看，去把那张纸取下来。这是什么？这是数算之法。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皇圣宴死了？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